各位读者，傍晚好，欢迎收看二零一七年六月十三光华夜报抢先看。光华日报晚报今晚有什么好料？小心，校园女厕藏针孔镜头及华国中女厕被暗装针孔摄录镜头，多名女学生如厕视频被上载到一名男子脸书，视频被一名男学生发现后向校方投报，才揭发这起偷拍事件。受害者发现被偷拍后伤心哭泣，有些甚至不敢去上学，怕被其他同学嘲笑。 接下来有《光华日报》的好人好事，双溪大年的好爸爸叶宝光突然昏迷八天了，最后被证实脑血管爆裂，需十万医药费用，家人恳求社会热,热心人士雪中送炭，手牵手给爱，用行动表达你我的关怀。七百义工照亮会因社敬老慈幼慈善宴，义工不仅搀扶行动缓慢的老年人及小孩，手推坐在轮椅的行动不便者，有者还为无法握勺进食的老人喂食。陈冠希女儿曝光。 接秦书培庆百日宴，陈冠希与小他十岁名模秦书培交往一年多，上个月公开默认升格为人父。当时现场三万多名观众报以热烈掌声。以上就是今天的《光华夜报》抢先看。欲了解更多新闻资讯，请翻阅稍后推出的光《光光华日报》。